多家媒体集体转发力挺崔永元爆料，网友崔永元又轰动朝野了。昨晚崔永元的爆料再次点燃娱乐圈的火药桶，更直接的说也是华裔的弹药库。深夜崔永元更文，此消息一经发出迅速扩散，转发评论分分钟过万。今天各大媒体机构也纷纷转发力挺崔永元。而网友们对于崔永元的爆料评论都乱成一锅粥了。看来崔永元此举又将燃烧起熊熊烈火，然而最后能烧到谁就不得而知，我们也紧盯国税，拭目以待，期待这次能够彻查。